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6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八强战的对局。刚才是杨鼎新是应该说赢面很大了那盘棋。对对，因为这个劫材应该是白棋还是比较本身劫还是有的。对对，是对李昌熙。这盘棋呢是由连笑执黑对阵朴廷桓。这是一盘硬仗哈，应该说。对，那个朴廷桓因为上一轮吧还是跟米一婷的时候其实就死里逃生了。我们看看这盘怎么样。让他逃不掉。连笑跟朴廷桓那个历史战绩我也搞不清了，应该是我没查过。可能就算差的话可能也是有限的。这连笑大家对他的感觉就是就差一个世界冠军来证明自己了，因为他国内的冠军已经拿了很多了。而且国内冠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拿起来，一点也不比世界冠军的这个含量要含金量低应该说。没错。是。好，我们来看棋。好。这个连笑这个布局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备而来吧。是的。这个是小飞。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布局。跨桥。白棋尖顶。尖顶。这个地方是尖顶。跳。踩回来。是。哎呀，要是现在真的是想起这个立二拆三这种。当年学习是要这么下，老师肯定要打屁股的。这白棋怎么能这么下呢？所以现在的老师教小孩就是说，人家挂脚你也甭多想，你就尖顶一跳就完了。已经完全的教的都不一样了。人点三三你就要局面简化，你就挡了连扳，就把这个脚吃了就行了。是这样的。吃完了你也不知道走什么主要是。或者你小飞就更搞不清了那次是吧。好吧。白棋打入。这个我觉得啊，这种局面下真的是如果不是有 AI 在的话，这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个白棋竟然能可以这么下。怎么是往这儿打的是吧？对对对对。这白棋下得很积极啊，就一开始就从这儿打了。这个白棋 K 线肯定要盖住，白棋再点。这是打入完这个相关联的一个下法。是。因为白棋这个尖是有先手位的将来它可以往里藏。这是白棋的一个意图，就是你要压的话它就尖那个。反正他要求把这个里面全给活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就这个意思。是。黑棋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就是就挡上。白棋尖。小尖。黑棋就立下来。就觉得白棋的空捞得好舒服啊。不过但是也是一局吧。局面肯定还早了。因为他毕竟这个打入还是损的。有先损了一手在先嘛。黑棋。尖顶，索性就是把这个实地这个拿下。然后白棋刮过去了。黑棋这个打入。黑棋连笑的棋风本来就是比较刚硬啊。力量很大。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连刚。但是你看他的外貌，他们两个人长得其实都挺斯文的就感觉。然后也是。你说是加上朴廷桓吗？对，我觉得朴廷桓长得也挺斯文的。但朴廷桓是长得很斯文，但是他棋风也相对斯文一点嘛。连笑确实是外表很斯文那个，但是棋风确实是他的 ID 不叫大刀向前冲嘛。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什么棋风了。对对对对 对, 对力量很大。打入。打入。白棋拖。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下法啊，挂角以后。然后呢黑棋连扳。连扳。这地方就是不会给白棋轻易的有眼型。是。他因为要发挥这个打入的效果。你要如果说像以前那个无人实力打这个来接住，那么呢底下就活干净了。接住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话这不太肯。连扳，你说连虎的话他再打上来。打上去了。对，这肯定再打上来。这个如果虎上来这时候是看是长还是提都可以提。他就打一下。打一下就接住。接上。对。
这个应该是黑棋的参考图吧。嗯，当然这样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往外走，这个白棋也不坏，就是一局棋。嗯，白棋反正没活干净。嗯，黑棋呢，反正要发挥这个打入的这个子的那个功效。嗯，这是黑棋连扳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呢，这时候呢，朴廷华先打了一手这个啊。接上，然后胡打。胡打啊、嗯，这个呢，从道理上来说，白棋这么下呢是有点熟的啊，感觉啊。嗯。打完这些，感觉也是。怎么这打完了再虎这儿是吧？嗯嗯，感觉有点奇怪哈。哎，这时候其实黑棋就可以考虑考虑了。这个地方就也这时候就不一定一定要打了，嗯、因为这白棋已经损进去了。嗯，因为现在黑棋打的时候，白棋这个贴下来是眼见的一步棋。对，就是白棋肯定是要贴的，这不贴的话，白棋底下也没有任何好棋下。嗯，那么呢，黑棋基本上也要跟着走。嗯，比如说要跟着这么走，这样是吧？对对，再压，再长，比如说，这样的话，或者是不是再压什么的？这样底下这个就纠成了变白棋一个主动的战斗了、嗯、那么呢到时候黑棋这步打吃会有这个多大的效果就看不出来了。嗯，主要白棋这个下法呢我觉得是针对于黑棋这个打入的。嗯嗯，这边配置是特定的情况下它是这样可以这样选，但如果没有这个子、嗯、可能这样选就可能不一定会这样、那是那肯定是根据场合的下法、是啊，这是各位爱好者也不能盲目的随便写。对对，不能学啊、哦，不能随便学，不能盲目学。嗯、人家这个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黑棋可以考虑脱先。嗯，脱先就那边有很多的大闪，对，很多的大闪可以选。比如点个三三呢？嗯，没错。嗯，实战呢，当然连笑是不肯被他先手扳一下，压一个。这时候呢，如果扳起来的话，白你刚才说的就是白棋就是要连扳，嗯。所以连笑采取了一个，他虎了一下，采取了一个温柔的下法，把黑棋藏了，把它跳起来，嗯，这个地方呢，就是将来啊，以后有个打吃了断的一个手段，这所以这个其实这里呢是白棋就黑棋先扛了一下，然后这个将来这个是存在的，对，这个是存在的手段，不能随便打了，挡住他这出问题了，这样。这要出问题了，这个不行，人家打两下长出一气就给你打了一场，打了先打了然后再长，对，嗯，有这样的一个下法、所以黑棋是要小心一点，要不然白棋不会长这个、对，是的，让白棋先扳一手，这不扳嘛，就是虽然 AI 有脱先的图，但是这种棋肯定对人类来说那肯定扳完那正可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嗯，是，这不拖，拖了力，可能会稍缓一些，因为这棋将来黑棋一旦挡下来的时候，白棋也很难受，你如果断，哎，打了接，长出来，打了接住，哦，打了单粘这个是吧？这我补这边也不太对，补这边被夹死了。是的，肯定是你端可以过。如果你要吃这个拐，就正常来说啊，那就被扳下去了，一直都。对啊，白棋黑棋一路长。嗯。那么黑棋可以利用这个弃这几颗子，嗯，获得了这边的利益。嗯。有这样的一个下法，如果白棋不愿意要并在这，那么呢，将来就无论如何的，将来是有被白棋黑棋断开的这个可能性。对。他就说白棋脱力了，可能是稍稍稳健了一些，嗯，脱了力哈、对，然后黑棋这时候肯定要脱先了，是的，现在当然不着急了，这边现在都先搁置了，然后先点三三啊，这个是最后一个棋位了，再不点没时间点了。哎，对，现在我们讲了两盘棋，终于出现了点三三，不容易，要不然都没有点三三也挺奇怪的，是。打一个顶，挡住，搬一个，下了一个长形，对，是的，这个非常常见啊、
也没有先拖，就顶了搬一个了，他飞一个。对，白棋现在先搬。搬这个。嗯。挡住，然后断。断。嗯。黑棋就直接打回去了，他也没有选择这个断打。就现在选择这个断吃，可能应该是不太好。但是白棋转到这边来，应该好像显得大一些。对，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不觉得这个配合白棋更好一些？对，白棋更好，假如说这样，这棋人断打了飞起来呢，他就挣不掉，就飞一个呗。对。就是黑白棋转到这边，其实那个他是转到了价值大的地方，黑棋呢这边是其实窄的地方，是的是的，这黑棋是不肯的。所以这时候黑棋就把这个先吃掉。外打。就提掉。对，提了。对，如果你要走的话，反正黑棋就先走。我以为他总会接一个的。我就脑子里面的概念图就是这个样子，就下完了就会这样。现在棋子都很灵活。我只能说，我这个还不够这个，不够灵活应该说啊，这个下法。其实他没有，他其实就是一直想瞄到这个地方。我以为他下完了总是接上了这棋，但是发现白棋原来不是这么下的呀。对，白棋是。白棋几打？白棋就是想要断这个，然后断，他想要走后，来吃。对，因为我们不能往这打，那只能往下打。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没有爬，我是对的。如果你爬一个白棋长，看起来这个好像很必然的下法，但实际上呢，就把上面的味道给对卖掉了。所以不能随便乱爬，是吧？对，将来其实黑棋可以走在。各种中间的时候，因为要压这边要断吃，还是看看走在哪里吧。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下法啊。因为黑棋不爬呢，白棋这个拐永远是后手，对，虽然挺大的，确实是。对，黑棋现在也可以先挡下来，先试一下硬手。就还是刚才那招打。对，你要如果立的话，他再走这边啊，就将来瞄着从这动出的手段。先看一下白棋的硬手，当然了，实战呢。那你不接我就把你打了呗。对，实在等一下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下法，这个其实来说我觉得也不坏。反正这个总是有价值。对，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手棋。然后呢，现在逼迫白棋这个拐下来。那要拐下去，他不拐，他走哪儿？问题是这个对里面好像也不太好行棋。黑棋掉了一个在这一带。对，这个调，连校没有再往再深入一点，这个他但是调的位置，比较温柔是吧？是他可能觉得反正形势还早，不着急，因为如果你在深的话，反正白棋肯定当头一震。是的。那么呢，这个或者是走在这里也是当头一震，再尖出来。这个就。你毕竟这边还有块孤棋呢，那就小心人家待会儿攻住你了。对对对。这是黑棋需要担忧的地方，确实。对。他有点害怕。他掉在五路。掉在五路。但是就是说白棋跟着硬一手的话，白棋也安心了。白棋现在全局也厚。现在就从那个实地上来说，我觉得黑棋倒是不落后，就是说现在中间呢，黑棋好像会有一些保卫。那么呢，其实这盘棋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中央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结果。没错，这个看，这中央真的是很难啊，这到底是到底应该往哪儿走才是对的？对，走到哪里才是正解，或者是这个价值最大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我反正一辈子都保不住你吧，真的太难了。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个地方。你说掉局部的一些对接嘛，我们研究研究还能搞得清楚。摆一摆啊！就像中间现在架子，比如说你往走在什么地方，哎呀，真的是这太空旷了，主要是这真的搞不清楚。因为要走的话，就容易落空。黑棋好像一直没想挡这个。他就没想往那走，对，他没想挡这个意思，就现在这个意思，就所以他也没选择那个往里深入的掉，就是想打入这个，挡完以后这个打入就不存在了。
其实他就一直想打入这个。他觉得这个棋，他所以他的概念就是他的棋是要应该往这儿走的，不是往那儿走的。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他有他的道理。对对，啊，把棋盖住他。对，挖。嗯，我觉得这地方，哎，白棋打这个的话，黑棋我觉得这样，黑棋会有很好的结果呀，这样。就是因为白棋现在你走别的肯定都是被便宜了，嗯，你贴肯定是不行的，他只能打这个，那断吃，你接肯定是不行的，你只能提，嗯，那他打出来，这个劫对白黑棋来说这个比较轻啊，嗯，对吧？哎，这个劫我觉得这样，主人家我觉得黑的还可以啊。怎么突然往这儿生出一个劫来，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这个劫白棋提了，也就是提到这儿，就底下长了两目。对，白棋提虽然很厚了。对。哎，不需要造劫是吧？直接开。嗯。直接开黑棋，白棋有本身劫。嗯。这个断是劫吗？断应该是劫吧，总不能这样被打掉吧？这个太大了吧？觉得。这也不一定。哦。这白提了也。也挺厚。我给大家摆一个，如果这样哈、哦，这样，嗯、对，他就打吃是吧？接上，他提一个，然后断就断一个，断我去掉，嗯，或者我打吃这个我还一样的啊，嗯，我怕担心你接住，那我就把它吃了吧。啊，那算了，这长能长吗？长它糊起来了，其实可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啊，感觉。这个结果黑棋收获有那么大吗？这些中央很薄啊、嗯、我觉得现在这边就被他加厚了，对对对对，他上面加一些手，这样的话该白棋下中央我觉得、嗯、但是黑棋也没有什么别的节奏，好像就在这里尝一个被他糊起来。打吃的话你就打劫吗？打吃就算不打劫呢。那我就拐住呗。啊，这个吃起来你这个，再爬一个。那我这外面味道不好，这味道太不好了。那好吧，那我直接吃回去又被打一下哈。那你要走你也只能吃吧。嗯，看他实战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实战，他是先断的，他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不打了长打这个吗？黑棋断打了一下之后，他先断了这个次序。他这肯定是造劫了，这个。哦，就如果说你现在回头的话，等于你没提到这儿，那就那边就差多了。嗯嗯。那所以白棋基本上是肯定会硬的。现在肯定要打啊、嗯！现在肯定会硬的。然后他再打这个。啊、嗯。这还没有。对，这两下没交。那白棋为什么不先开在这里呢？如果白棋开在这里，是不是黑棋？比如提我打一个、嗯、待会他可以接上是吗？啊，对，我一提现在哦，原来打在哪是、哦、也一样，他是他就是打这个吧，我想他打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嗯，那肯定打、这个、肯定打这个，把这个提掉然后再打这个，提掉这个，那么白棋现在没有劫材、嗯、白棋只能打这个反正都一样，黑棋接住。突然出现这么大的转换，应该是形成这样的转换吧？哦，打这个，提掉，挡下来是吧、嗯？这样怎么样？这黑也很嗨啊，对，也提起来看。不知道呀，这个结果如何呀？对，反正留下一个活角，嗯，留下一个活角、嗯。这个现在倒是不大了，挡下来。挡这个，大不大？挺大的吧？挺大的，反正被他接住了、哦，挺大的。这样怎么样？这样也是一个剧情转换。不明啊，这种地方就需要判断，这个判断好难，这件事情。对，判断确实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反正这大概是黑棋的那个目的吧，嗯、黑棋的意图，对吧？对，要不然打这个就没必要。这下也够损的，这个。那是。这是可以打在这儿。还好。嗯，然后等那边被提，但是这儿吃了也挺大的，这所以真的是判断不清楚。嗯、判断不清楚，嗯。嗯啊，我们还是欣赏他们的实战吧。这土如何？这期应该黑棋，反正就是这个提掉的。他是断了一下，然后打上去。白棋是猴打在这儿。白棋打这个，黑棋提掉，白棋打吃一下，
街上，街上把一些题，哦，啊，黑棋应该就短，管是这个对吧？这个应该都是必然的了。他要不然断这个，就是为了要这个劫财。哦，你看现在白棋都齐了。他觉得这样都觉得还是那个大，你刚才肯定不行。那我觉得那样的肯定比这个要差多了，是吧？对对，提到这大差很多了。嗯嗯，那这个得打一下吧？肯定要打啊！打黑棋就接住嘛，打就接上，然后白棋接上，这个转换如何呢？又这个转换，我觉得黑棋其实这个白棋虽然是很厚啊，嗯，就是说确实也很厚，拔掉，嗯，但是黑棋能获得。其他是黑棋不错，就是从任何角度来说，黑棋都肯定便宜了。我觉得黑棋不错，对吧？这它损失有限的，毕竟是。往中间跳一个，对，这个倒看起来简单一点。不，因为你被白棋走，基本上就要跳。对，那边不能摆成这样。因为现在黑棋很厚啊。嗯。中间很大，现在就是因为这边白棋都厚了，它没有借用的情况下，这个子就很难再跑了。哦，对对对，我就说，如果说现在黑棋只要中央不没什么事儿的话啊，嗯，那么实地黑棋肯定是占优了。这个毕竟它这个打劫它便宜了。是的，这主要赚了一大把实地，至少是白棋跳，白棋现在要来，来揪这个黑棋的这个味道。黑棋靠这个。哦，加一下，嗯，然后这个次序下的房子，它将来这个有变还糊起来可能啊，就它现在还没有冲断是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如果糊起来的话，它可能这边有先手打了什么接打了挡住，然后你即使断打了，它一立你就冲不断了，这棋就是防止这个有变是，再搬起来，嗯，冲一个。哦，他靠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职业的话，他可能要翻出来，对，直接打出来，对，所以这里看不清楚，对，这样，对，我长，白棋就接住，接上，那么接下来这个黑棋怎么办呢？对，走完他就往外走，是他肯定逃出去，但是先走一下，靠一下的话，再来，他就要吃你了，嗯，接住，接上，他拐，冲一个，接住，如果再冲。嗯，假如说挡住吧，我也只能挡住，除了挡住挡住我还能干别的吗？我吃这个还是吃这个？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你可能先吃这个是好的。吃完你要给我打劫吗？有这个可能性啊。一打劫我也不怕，你又没劫财。嗯，或者那你吃这个其实也挺简明的。这样白的不行啊，我就。这白的应该不太行，这白棋也不行是吧？对，白棋不行，你这边还欠着呢。对对，所以说它局部应该是没办法，暂时没办法动了，但是它可能外面就需要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先手啊，这个要小心一点。所以人家靠你，不要以为人家简简单单靠你一下，人家是留着杀手的这地方。对对，现在黑棋单出了，其实黑棋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我觉得。哦，这样，那、这个、嗯。我也不能乱打嘛，好像那我就走一个啊，你走这个就是这个又不大的，嗯，那我觉得还是要往中央走吧。那我连我在干嘛呢？啊，连扳是吧？往上走，好吧。你如果走这个，他就往上走，我觉得。哦，这样。就是现在要逼迫这个中央的问题。要注重中央，注重中央，注重中央，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嗯，也是一个选择吧。就是黑棋反正冲完后，白棋现在也是有点先手。嗯。现在只要中央啊，我觉得黑棋处理好这个它的实地还是占优的。对对。但是，虽然我反正白棋随便来一手吧，就中两边的中间割断你是吧？割断你。哎，不，只是说这个这不两边是同行嘛，走在中间。割断你。都是一个大飞的棋子。从当中割断。对对对，他总是要不然对这两个子，要不对这几个子，总是要威胁威胁。哦。啊，他没有。嗯。白棋走这儿。嗯，就是无论走哪里，反正都要先把它分断了，嗯，再说。黑棋现在就是说，这形势啊，当然我觉得他现在目数不错，因为是这个打劫，他还是便宜一点。对。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在自顾的时候两块，跟刚才杨婷那个只要做活就行，我觉得并不完全啊。他不仅要活，而且要活得不能亏。嗯。就
这个是应该是有区别的啊，管这个是吧？我怎么觉得他想把每个字都连上的？那这个很大呀，这本身就很大。他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就感觉是不是他都是有目的？对对对，都是有目的。他都带着，他不是一个人在天上乱飞的那种。对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的时下的很紧，给我的感觉 是。他下这种棋，就是你会感觉他很紧凑。嗯，飞。嗯，好一个。哎，这样会不会借点劲儿？这边然后要把它挡出来。就本身这个局部来说。就往这跳，其实他应该是不是之前先靠一靠，上面先靠他两下，之前先靠几下，先靠他，总是便宜的吧？嗯、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靠可能会有一点臭白棋的调子啊。嗯，因为他是多了几颗子以后，这边是不是会有点手段了？是，就上面走两下呢，其实就防备以后，比如说他刺了就这么贴过来，他也把这儿都可能就木也围上、嗯、你先靠他两下，有可能把他这儿木破掉，而且有可能在这儿生点，主要有点眼型，有可能、有眼，对，就你还没有粘回去的时候先看看，有他可能会来破你眼，他就会损木，没错、嗯、先考验他两下哈，看看你要肯从下面搬，那当然很高兴了，这白棋肯定要压，嗯，长一个啊，那么这不从这接回去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嗯，现在好像暂时应该也没有问题。嗯，那就是现在要攻击这块，怎么攻击？先要分断它。嗯哼，就是要把它从这往这赶嘛。这边因为白棋有先手，对对对，白棋有很多利用，就看白棋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哎呀，怎么设计还是很难呢、啊？这个又要碰到难题了。不是再难，白棋可能他也得动手，也得动手。你、嗯、你没有地方可以下子儿，关键是、嗯、这中间得有所作为。就是对对对，你收别的你收不住木的，现在是、嗯、得干点什么。好，我们那就先分段才有利益可言哈。又跳，哎呀，白棋就一个个往外走，嗯，也是防到这边的手段、嗯、我觉得啊、嗯、双方在这里。对，就是。挑这个、嗯、是吧，哦。就是来破眼嘛。对呀、啊。反正这黑棋现在就是局部来说这个地方你做两个眼不太容易啊。他、嗯、走。但是白棋也挺薄的，你看这有冲断什么这些。嗯，他接下来他打算干嘛呢？他走。他就是想来攻击你啊，然后让你粘不回去啊。嗯，我就看他，我以为他是这地方能不能断开他，我看。好像局部断不开。局部断不开，因为他肯定现在要破眼嘛。嗯，对。要先。反正得要挟你。对对对对对，啊、要威胁。这个冲一下是准备。拐一个啊。嗯，冲。哦，这就难道是准备这么做眼吗？对呀、啊，就地做活。生根做眼，现在暂时还是没有问题，还是不行是吧？对对对，暂时白棋不行，先扛住，是死死的扛住你这儿，这一时半会儿弄不死我这。但是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这么一退，黑棋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是吧？啊、哦，我老想打。老想打他一下，都不知道能不能打得着，这个、肯定打不着呀，这个不是个好主意，我感觉。你打这个打着七个我就提嘛，有没有事、哦、也没什么是吧？因为我觉得打着这里面是不是能活了这个眼型，就你点我就接上，不你可能搬一个。他搬，他也搬。啊、哦，你搬一个那不行、嗯，那不行，那还是差一点。嗯。那看来还是得推这个，还是顶住。他现在实在是搬了这个。嗯。搬的这个是直接打这个了，接上了。哎呦，这个地方局部应该是没有活的。他、嗯、这有个断点，然后这局部上他再加一个，他也活不了。是白棋现在先走这边来纠缠他，看悬的慌。哎呦，地方太复杂了啊！嗯这个、太悬了，看着。闯一个，嗯，我接上，然后拐一个，是吧？嗯，拐冲，对，
接上葱。哇，这个棋哇好刺激啊这么来是吧？嗯，就简单的。我这已经很痛苦了，十分痛苦。就冲吧。哦，那就冲吧，那也没辙了。就兜一下是吧？兜一下也起作用吗？我忍。就再怎么纠缠，在这边再贴，再冲过来纠缠这边吗？还是先纠缠这边？不知道了，接住这个。接住这个，他是打算这棋是打算怎么做眼着？我不太懂啊，这个不知道。这局部有点不明了，看起来局部有点不明。但是呢，现在黑棋如果说冲一下的话，他会有点难受。嗯，就是你要挡住他打一下啊。我们打个比方啊。接上打个你的接吧、啊、那他最普通的啊，那我就活了。局部上来说他这么就可以活嗯，但是就是这木有点损了如果人家团那白棋也先损了。 你肯不肯就是棋黑棋如果一门心思要做活吧、哦、他还是有非要做活还是可以的手段、嗯、但就是现在白棋要从这过来会是什么情况、我就得看，就得看不清楚啊。这一贴了就没冲。哎呦，你全部都要啊！你太厉害了。我不能走一半我不要了呀。不是，你可以这个如果说你可以收气啊。哦，这样收气，现在收气啊？那早先收气，那肯定不能对啊。那个时候收气，肯定这样可以收气好一点，可能。我说就这个时候是这样收。我们走的二路。但你要白棋要先可以先挡的，其实如果真要杀你的话。对是的。真要杀你的话其实也可以就算这样啊，他贴出来。再手术。不知道。也不好下。也不明。这白棋也不好操作。也不一定就一定能行。管了反正是三个字我肯定就要了。不他操作不了，他这个可以算这个。对也不好弄，你这个贴也是后手。嗯、不一定就一定行。虽然看起来还是挺愉快的，对，但是现在就变数的时候，就是他这接是后手，就你冲的时候他可以接这个。那么呢，就这边呢就会留下一个断点，那么呢这边也有断点，嗯，比如说他尖这么就，嗯，对吧？很复杂，只能说很复杂。所以这棋到了最后还是要拼计算。很复杂，但是呢，我感觉就说白棋因为这么去强行去杀龙的话、嗯、反正是最后就不成功就成人嘛、嗯、就是这样。反正要不就杀得掉要不就杀不掉。对杀不掉我就输了呗。对应该就这样。但是还是挺精彩的，刚刚都有缠绕、嗯、三块棋缠绕的一块。如果能下好了把它赢下来，那是今天是心情很舒畅感觉。嗯。但是问题是它不容易啊，下好了这儿有一次。现在实际上他挡这个，然后连笑其实这个时候走了这个，他不敢，他不敢拼了，那样太危险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他也、这个没有，这样也、我觉得这样也这个选择也是可行的，因为刚才确实有点复杂，看不太清楚、啊。那样的话，因为黑棋这块其实第一是我们没看到他怎么活，这冲的时候他粘上的话、嗯、就不知道怎么活，反正、嗯嗯、活的还有点看不清。但至少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表的话，他底下这一打，至少这个地方是不死的。嗯。而且这块其实虽然说白棋可以把这个几个逃出去，但是逃出去、啊这个、黑棋也没死啊。对，纯目数上说、啊、逃了没关系，但现在不是目数问题 啊。是。但是现在白棋无论怎样也得，我这个还是我哪里，反正就得走吧。走一个就。这个底下是打劫好像。嗯，你打是这个吧？打这个是吧？你打是这个，我打你撇了，你就把那个接上是吧？然后尝一个。反正将来这个地方有个打劫。哦，有个过。有个打劫，所以不是很担心是吧？反正有个打劫嘛，这打劫就比较复杂的，就搞不清楚了。嗯，我是想着先尝一个，我先试试你外面做什么，然后我底下先不打，有可能我打那边待会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白棋要吃它好像还是有点费劲，这个那是费劲，本身局部它有打劫嘛，它也不怕，对，所以我觉得连笑这个还是挺冷静的啊、哦。黑棋控应该挺多的了，黑棋控还可以，嗯，现在就是白棋接住这个就
这步棋是不是有点厉害了？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没有走上面，一旦被黑棋走完上面后，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吃不了白棋就这边就损失很大了，孤注一掷了，有点。这还有问题呢。这白棋的目数确实不太够，我觉得好像要靠收控赢不太容易了，这件事。就白棋现在在拼命杀棋，是不是？要拼这棋，黑棋上面连扳了。这要杀人家太难了吧？吃人家棋，我们刚刚说的吃人家一块棋，这真的非常艰难。哎呀，黑棋没有先打一下。对啊，这怎么？他还怕人家回头啊？他当时。他接住的时候我就打一下。对啊，他都应该总会打住的吧？我想。不打住一场就进活了。是啊。嗯。黑棋可以先打一下的。我也觉得黑棋可以。黑棋是不是担心白棋回头啊？我也觉得是，就但回头的话，黑棋藏进去的话，目数肯定。对啊，回头他这个接不亏了嘛。对啊，他打在外面，打在外面，我藏进去，你这提不提又不提一会儿，我还把它接上呢。黑棋应该打了再搬嘛，就从惯性上来说，白棋既然接了的话，打了他肯定要硬的。因为现在打一下他就阻度了，对，就不让他度过了。现在黑棋明显就是，或者这时候再打他就断这个了。对，现在他肯定回头了，这就不一样了，跟刚才。对，会有点区别。然后黑棋就直接断了。白棋度过。那对。这黑棋倒是活倒是没有问题了啊。是的。哎呀，可惜没有一棍子把白棋。没把他敲死是吧？没把他敲死。直接走长上来，现在白棋自己可能要变薄了。然后他点了一下。对，白棋现在这后薄很关键，就是如果中间一旦断的话，你看这还有断点。这时候，这个地方就非常关键了，这个对接应接。中间这里他怎么都把它断了，直接断。就直接断就行了。接上。这个先生。然后白棋压一个。白棋现在还要再威胁黑棋。就是他可能是不能满足于简单，如果被黑棋全部连回来的话，白棋其实还是不行的，应该现在控不够，主要是主要问题控不太够。对，这现在是什么接这个啊？这是什么情况？接这个，挡一个，这断了，接上。接上啊！接上你给我断。那你先冲一个吗？还怎么下？打这个？断这个吧。哦，断这个是吧？哦，是这样下的原来。你接住这个。我不提这个呀。提这个啊？提这个，你从这儿打是吗？这样打了，接上就连上了。但是这个一冲怎么办呢？底下。不是，我打了直接冲啊。哦，单冲。那我就粘上吧，我粘回去。粘回去就是说，比如说最简单的，我就如果这个先手这拐刺一下，这就是这有点计算不清楚啊。对，我想着你刚哦，你这不走，被人家先打一下啊？对，这个还是这得走哦，要不然他就全通连了。对，你全先把它通连了。对，他这通了，他就这边就好受了啊。怪突然以后这一场你这边有问题了是吧？还有后续的。对对对。招法等着我。这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就傻的这个接住就可以了。那他就小尖。小尖冲了这一段，首先搞不太清楚了。还要断我？这地方是什么情况？打这个？打这个你这样气是不是好一点？这哇打完了再急打，哎，急打他会不会团打做劫呀？或者你单断一个，单断这样这气怎么样？一二三四五，这口气。有点晕呢，看着有点晕。一二三四五，哎，那好像白棋长一气啊。如果说直接这样的话，那你就急打这个，急打这个倒是黑棋长。虽然说他接住一提，接住提那也是五，哎，一二三四。对啊，是白棋，白棋慢一棋那样的话。哎，他这接住本来有先手嘛，这就扑了打。
哦，还有这个关系。那你后面等到你后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得早走。对，早走。你得早走。嗯。不对，你来不及吧？你得现在先结婚，或者这地方我可以先在外面走一走吧。实在不行，这样好像直接这样杀的话，刚才打这个急打是黑棋快棋，除非他打劫。哦，黑棋啊，黑棋快棋，我刚才没算，应该是可以的。嗯，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是看他的实战吧。就是如果说准这样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变化吧？对。小尖是吧，白棋接上，然后黑棋打吃了一下这个。啊，这个应该是这下打僵了。打僵了。嗯，这种地方的计算我觉得连笑应该是很精准的。嗯。本来就是人家以力量著称的。断。提掉。嗯。白棋也知道他不提不行可能是。嗯。哇打。那就跟我们刚才的图是一样的，哎，对呀，啊。那这样只能接住了，你缠这个没有意义，缠了飞冲全通了。对，这个外面这样的话，他也通了呀，这样黑棋也很舒服呀。嗯，我还要虎在这儿呢。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都可以啊。嗯，没问题。那这个好像看起来白棋不太对啊，他打了一下，他就这么下，挖吃，白棋接上。然后黑棋急打，嗯，这你没得防啊，否则你这底下扑死了都要。对对对。哦，直接被扑死了，他接住。还是提的是吧？提掉看起来更干净。嗯。白棋飞了一个。哎，那这个就是转了一圈又变成收官了。嗯。那。感觉是不是黑的还可以啊？我也觉得黑棋不错。白棋这走了一圈之后，就把这个连回去了，然后这儿的木变得大了一点，但是黑棋中间全部彻底的厚了，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刚才老想攻他的地方，好像看起来也不行。黑棋什么地方先交换了一手？啊，黑棋啊，那他走了什么吗？就是打完以后，他是先是啊，现在到底下打吃了一下。对他先急打了一下，嗯，然后现在他靠了。刚才我们说他是不是应该先靠他一下？现在应该也来得及，哦，应该也来得及。估计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乱动，因为现在你这个中间全太薄了。哎，我觉得现在黑棋形势相当不错，嗯。我也觉得不错，好像哎，今天说不定，嗯，咱们是不是胜了三个人？今天都不错，三围都进是吧，嗯？然后跟孙正旭结局。三英战一下吕布，还有个赵晨宇是对李东勋，嗯，对，我们现在看看他实战进程吧。现在我们先赶上他的进程啊，嗯，等上翻结束，嗯，然后黑棋白棋现在把这个自己给连回来，去，要不然走一个很大，虎一个，嗯，下得很坚实，嗯，这要长吗？长，他肯定要长，嗯。就直接他就跳进去啊，他显然是觉得自己形势不错，这个够了，就是下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了，我感觉他够了。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这个地方接上长一个提掉，哦，还是长提掉吧，没有长的可能。好吧，那就提掉吧。肯定能提，先提啊，这提还这还怕他，对吧？没理由怕他。接这个，这反正一靠就断了，你看着办吧。嗯，就是这地方他回来以后，这地方会不会，比如说他冲一个什么的，要来断你啊？哦，会怕这个吗？这我觉得看得很清楚了吧？应该不怕是吧？啊，对啊，我觉得看得特别清晰。哎呀，他这个最清楚了。他在看找看得清楚的方法走。啊，这样的话就保证这颗是，嗯，两个眼就瞪圆了啊！现在因为先手嘛，先手，然后该我下。人家赢棋都是拿得死死的，就不会给人动的机会。抢这个，嗯。哎，我们是不是？嗯。这时候可以来判断一下了，是不是？嗯，好。嗯。现在是他还能走什么呀？现在该白棋下。嗯。点这个，点了一个，
可以直接外靠。这个时候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你要断的话，他就反正贴。对，是的。确保反正这个先手打。没错啊，你是插不进来的。插不进来，这是关子最好。插不进来，白棋压了一个。压一个，这是有什么想法吗？打算冲了，这如果你长他，我估计他要冲了半段。对，肯定要拼一下。甚至跳一下，这是应该是看看有没有做眼的可能性。然后他下了什么？这个不怕他，这你冲了半他，你还要断了我啊？不是，我冲啊。冲我就打吃呗，然后粘这个，粘哪个？反正粘一个呗。粘这个，我这个先手冲断你。哦，还要先手，还要吃我是吧？你以为你在吃我？到底谁吃谁呀？没有他，但是他没有事。这个好像不用他。他拼了一点这个。断这个，然后让他连回去。这个要连回来。连了一个，黑棋就粘上了。黑棋那现在不能走了。哎。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了，就是以后这个长一下，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九二二十二二十三目二十四目，好吧，二七二八九三十三一三二三四三十五，这打白以后再走什么？B，三三一二四四十五目不到吧，白棋。四十一三十六十一三十二一二二二四二六七八九三三一。三四五六七九十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一二三四五七八，我排名十步以上，我觉得肯定是有的。现在，这我觉得黑棋好像挺乐观的，我感觉。虽然说差距也不是很大。对，但是白棋，我觉得现在排名十步以上应该有。我们现在趁他们还在。天真无办呢，这其实啊，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杨鼎新，那现在下完了没有？我努力。对。就现在他们还在收官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跟大家。现在我们刚才判断是现在连校形势非常好啊。我好困难，我看看，白中盘胜啊，杨鼎新，杨鼎新已经赢了。我们现在再看看这盘。好，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杨鼎新刚才是已经获胜了，率先进入四强。我好难呀、啊！好吧，我们那个赵天宇应该形势，我们在讲棋的时候看了一眼，形势也不错啊。现在我们还是回到这盘吧。现在呢，白棋先手，黑棋碰到线后，他可以把这个给退了啊。这个手气特别大，这个非常大啊、这些这个棋。先手团啊，挡住。哎，这个地方没关系，这地方反正。你要挤的话，他可以竖下来，之后他可以团。这白棋也没什么。白棋搬粘了。白棋搬粘，现在因为没什么大官子，一个要不然就打四个，要不然就断吃上面。他断吃了。断吃应该是最大的地方了。这棋刚才反正我们判断是黑棋盘面十目以上，对，好像也没有什么官子上的出入，这还有什么出入？不，他可能现在胡这个要一会儿要顽强吧，是吧？跳一个，跳一个是先手，对，白棋顶住，然后黑棋把它断了，这棋是可以断的是吧？哪看错了？待会儿可以断是吗？走路什么交换了一下？等等，这个地方，假如说接上，碰过来，我就挤一个，挤一个啊，就接住。那我肯定活了，那就活得很明显了，就是怎么活的问题，就是顶在这儿，顶在这儿还没活，不能太得意啊。不能太得意。顶在这也基本上可以算是活了。那我就团一个总活了吧？我这个总活了，我总活了吧？团一个，你真是打勺子一扑，你完了。啊，算了，那我不摆了，我生气了。这地方要小心一点啊。那我怎么才能活呢？请问。那这个是不是出问题了？他跳的时候就回来就行了呀。不会吧，这里面死活出问题。他怎么跟我下的一样啊，天哪。他只能这样啊。现在就打的时候他只能团这个了好像。
那这个亏损有点大。哦，这个活到没问题，就是说你要白棋要打这个去，那就跟他打劫了。打劫，嗯，不对，打劫的话，我就打完了冲过去了吧？要，对，我冲过去了，这个把他可以断，就是一冲，嗯，这个没问题。那他、嗯，那他就打这个，打这里很难受啊。是啊，我也觉得我难受，怎么办呢？就打这个，如果说你只能团这个，要提掉，那他提了，你只能做活，那可以把这个断了。那太痛了吧？对，还好吧，算了。脾气好一点，刚才接上我。亏是亏了一点，肯定是亏了。这个、是不是大一点？这还有大。哦。这还有搬，那赶紧把它搬了。嗯，搬他肯定是扑了，现在。亏是亏一点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形势怎么样。就因为刚才我们觉得是，这白棋还先尖了一手。没有那个不存在的一个什么，人家这个是先手。那我只能团回去了。嗯嗯。打这个，哎，没得选了。如果这样一来的话，会逆转吗？哇，这棋要是逆转，啊。那就是跳的时候就其实就简简单单的，简单的连回来就好了。他就不肯连，嗯、他不想连呗。嗯，毫无疑问，这个勺好像不太应该啊。这个确实死活应该看错了。嗯，对，我也觉得是看错了。啊，实战他是走了，错的一模一样啊！就哎呀，我们本来还很乐观的时候，对啊，这好像突然就不太对了。这样一来的话，白棋多好多目了，他是走到这儿，打是走到这儿、嗯，那将来白棋提他，然后走也一样的，跟那个，哎呀。这个多上面多了一个断点啊。我只能说朴廷桓运气真的不错呀、啊，这棋都已经下成这样了，他居然还能捡到勺。就是啊。哦，我都觉得很神奇啊。哎呦，这地方连跳。哦。哎呀，这跳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回去就没问题了。我连一个不就完了？我就这难看一点，我连在这儿。嗯。对，只要连回去，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这哎呦，这裴廷桓如果今天这盘棋再逆转、嗯，那真的是，上次就是在十六强的时候就已经是逆转了咱们的李玉婷了，也是、哦、李玉婷是吧？也是，嗯、李玉婷90%的胜率了。哎、刚才就是跳之前，我觉得黑棋肯定有90%的胜率。嗯。这个确实是亏损很大，留下一个断点。这样一来对于心理也是一个很巨大的打击啊，就感觉。对，因为他冲过来其实他是有带着木的、嗯、你这边的话是。他有扑有带着木住的。这本来是应该搬粘，就是肯定是这收成这样子的。对，本来是搬完然后、嗯、其实他不玩的时候赶紧先搬了就完了。对，早先搬掉。哦、对对对对。哎、嗯、呦，这让朴廷桓跑了简直是。打这个。不甘心啊。就是打了。我们现在已经跟他们实战一模一样了，京城现在进行到的是白棋刚刚断打这个。对，这个显然打完棋，这个地方确实是连翘有点打少了。嗯，你看你肯定是看错了死活棋。我也觉得是看错了。以为这一挤应该怎么都活。我也以为挤活。嗯，这也挺逗的，确实。或者就白棋尖一个也不行，尖完后他弯这个也是活棋，嗯。尖哪个？先尖掉的话，他弯这个也是活棋。哦。嗯。所以他就不能先走。对，白棋什么都不走。他不走。什么都不走，黑棋反而走不好。还挺烦，吓的。哎呦，这地方。哎，不对呀、啊。如果这样的棋，他不挤，他单弯在这儿呢。这样的。单弯在这儿呢，这棋。单弯在这儿，不是跟你说有人扑吗？哦，对，我是。这记性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行。对，就白棋什么都不走，黑棋反而走不好。好生气啊！这是为什么我总是差一点呢？这个应该是有看错了，白棋可以单接、嗯。对。局部反而走不好。嗯。
就打这个团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嗯嗯。这棋黑棋长了一个，打拔了以后长这个，看看黑棋还有没有机会。嗯，不过应该也比较接近，也不是说这棋就不行了。白棋打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就是这本来啊，嗯，现在主要差别在大了什么地方？嗯，就这个一个二路吃，这边一个二路吃，本来一人一个，现在多了一个这个，对，就突然多出来白多的白棋，就是相当于说立收了好几目的，现在一个白出来一个这样的官子。嗯、虽然黑棋在中间吃了五目，但白棋所得的不止五目，嗯，那岂不是差一个贴目出来了？而且不是，它不是五目问题，就白棋冲完以后，其实这地方是差了目数的，对对对。所以黑棋没有得那么多，本来这里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六目，如果搬了被铺了长的话，一二三四四又三张。不是，就是说，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判、简单，我就因为判断的不够仔细啊，觉得白棋黑棋亏了一又三分之一。黑棋如果盘面有十目以上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亏损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特别细的一个局面啊。哎、呀。这输的，如果说输了的话，真的有点可惜。哎，棋都赢到手了，觉得。现在白，这边三进四。嗯。哎，没有。长几下，会好吗？点这个呢？啊，还有这招啊！没想到啊。这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嗯，这样便宜吗？就长回来。长回来的话，我是怎么收气的？我走这个。嗯。搞不清，往外。就往外走是吧？这往外接是吧？嗯嗯。这你看不清楚了吧？我看清了。不行是吧？我看清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不便宜，主要这个问题。不便宜是吧？好吧。便宜。我们就是因为。再帮他想点办法，就是觉得，对，如果点完他挡的话，这一场是不是就成立了？嗯，是吧？反正长到这儿，然后人家一打，你回提，对对，然后发现你连上了，是吧？对对对，特别开心，连上了。嗯，不会，正常也就是这样，正常是这样的。按理说是这样的，嗯。现在这个段和这个打吃是一人一个啊，这还有一个提，这还有一个挡，这还有一个打吃，这是大的关子。这个段一个是多少目？嗯，三四五六七七目吗？段里。就这个段。啊，七目好像要强一点。这段完后，它可以打这儿呀，会好一些。哦，打这个是吧？嗯，断了你打吃完了打这个，就将来我断吃完我将来可以打这个呀。哦，打这个他就接上呗。那我这便宜啊。哦，好吧。这是明显便宜了。那就是说那个不到，那应该是这个大吧？这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目，眼见是八目，八目如果说。我数的对吗？对官子一点信心都没有。这个最少八目。嗯。最少八目。那应该是这个段打大吧？对，段吃大一点。还有这个提，这个提当然现在不大了。那就是说我把这，如果正常收数断这个，他把这个走了。对，这也七目多，这两个等于相当于见合了。嗯。就一人一个。嗯。白来的，本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断点的话，现在白棋打完，黑棋白棋应该走这个，黑棋把这个结束，应该是这样的。嗯。黑走之后还威胁到这块。嗯。哎呀，这个棋如果输了，确实是有点非常非常可惜啊。嗯、所以你像他们这样的高手都有打少的时候。嗯嗯。所以大家下棋的时候千万别轻易放弃，要等到最后，说不定有勺。啊，选择了接住这个。接住它。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最少是，这个可以。四五六六目长一点。七有三分之二目是吧？这个接住啊？哎，不是，
我说看错了，要上什么西木，然后这边接完或挤完后，它只有一木，这边也一木，三分之二木，七有三分之二，上面是七木半，上面七木半，哦不，六木半，说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它有可能弯一个多一木啊。不对，这是对六木多，没有，这弯一个也是他的，弯一个就算他，算他尖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木，七木半，七木多，不到半，七木半，因为他打完以后，这个他弯后你这个是找走不着的，应该是不到半木的，我以为上面有个后手一木，但是七木多这个上面有三分之二木。这也有八木多那跟这个是差不多。差不多。这个刚才我们但是现在我们说白棋有一个是，它有一路道虎，有一个一路道虎，这个有点，那黑棋肯定不怕它了。本来这地方如果没有冲过来的话，它这边有很多劫，现在连打劫也是个变数。这已经被人家冲过来了，这伤心事儿就不提了。是是是，就是现在黑棋肯定是不能再软了。那现在是挡一个大还提一个大？挡还是提是吧？没有官子，这边还一路得先搬一下吧，还得。打是这个也挺大，这个挺大。对啊，我这个看冲吃是多少目的问题，冲吃是几目啊？现在如果他搬起来，这个打的，我觉得那肯定要打上去，不打这肯定不用看了，我觉得肯定不够。现在就搞不清楚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啊！哎呦，看他现在这样子，应该是半不胜负啊！大家看到的胜率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心脏会扑通扑通乱跳，因为现在胜率各半，基本上48.3%。啊，那就刚才的话，应该90%几了，应该是。那肯定是已经接近就是赢了，就是说刚才那连回去就完了呗。现在就是白棋要敢扳，黑棋一定要打住。那肯定打上去，毫无疑问。我有一秒就可以打了。这个地方怎么收？走这个，挡上对吧？你虎这个，我不会虎吧？不会虎啊？嗯，不会虎我就可以打了，结束。那我就打上来了，我肯定不会退的。不，我打你打这个。对呀、啊。哦，这样的。你突然发现我可以打这个是吧？不是便宜吗？你提了，那我就提掉呗。对啊，你这四目这边四目，这是一二三四目，四。那我接上这儿不是被你粘上，不是多两？提完后这边还可以再挤你一下什么的。那你还要挤我一下？我挤完挤，我先手全力。好讨厌！就看你这个是不是粘上的话，我是我还不能挡，我可以挡上去，我挡下去了。挡上现在。他顶了一下。他顶了一下，棋如何了呢？究竟？这个反正，你如果不走的话，他这个打吃啊，这很厉害。对吧？对。这个被先手提，你受吃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白棋只能打这个了，看会不会他就是这么下的，对啊，然后他会不会挖打？你是挖吃，我肯定就提了，很考验呀，很考验。反正接住的话，我就把这个接上，应该是这样的，六目也是，四目。如果这下打着的话，那你这先手搬粘掉吗？嗯。白棋劫财如何？劫财，如果说劫财不是很有利的话，这个提也很大。如果你打，我就提到这儿了。是。这个不一定打得着了。你这还先赶紧先打一下白棋，难道不应该先打吗？对呀、啊。这时候劫财其实很关键，我觉得。哎呀，现在应该走什么呢？是接住厚一点吧，还是这种时候要我自己下，我就开始冒汗了。我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才是对的。但是打这个也有道理，提完后他还要打。对呀、啊，你会不会粘？不过这样的话，白棋厚了，他给你打劫，到时候。所以这个，哎呀，我头我就搞不清楚啊，我这真的不知道。困难这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棋黑棋应该。
这其实除了接就是打了，可能他还在思考当中，我觉得他肯定在纠结是打还是接上。嗯，这个断打是六目，接下来如果说他接上的话，那白棋多半会接上吧？哎，打了，他打了，打了。嗯，打了这个。这个时候白棋不用说了，白棋肯定提了，提了提，六月，他不会要跟他打劫吧？打这个劫？不是，刚才接上打劫啊，接上打劫。现在这个白棋倒不怕，因为这个劫不是劫，因为他还有个打吃。嗯嗯，我说你刚才挖打的时候，他接这个，他接那两个子。哦，看来这步棋打吃是昏招啊。啊，是吗？从胜率上来说，是不是又走错了？这好像白棋的胜率暴涨了。那他就肯定是这个打错了，可能是。他应该接上是吧？这应该是，应该是、哦。应该接住，我就说他不会接上。哎，我刚才就说他两个子会不会接上？要打劫了，这、不不，他接上。接上我感觉不是什么好棋。那去看打劫了。嗯。就这个劫财。看劫财了。劫财非常关键。这个时候，这个劫财就很关键了。我刚才没有看他这个有个变化图，它显示参考图是80%多了胜率。这个但是如果说这个劫，这个劫，这边，哎，反正是损劫了，这不能随便找。嗯，那个一路扳是劫吗？应该不是劫了，可能一路扳的翻上来很大，是劫吗？翻上来他。这提完可能也是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他打这个。哦，这样，他是这样的。哎呦，难怪他这一路打，他打算当劫财。这很厉害。这个下得好，这下得好。嗯、这个怎么办、啊？这没得选呢。提他再提这个，不是很难受吗？我提那个估计不太够，我觉得他再提这个，提这个肯定不太够。哎，白棋可以为什么先打一下？他就想留着做劫财，他觉得你接过去，我待会再打，正好是个还要再对，这太狠了，是就是很狠的、啊。但是这样是不是？哎，看一下那个，如果说看一下那个，说下面打劫顶住，说上面退让，上面怎么退让啊？接上吗？上面接住了。那就这个就接住了是吧？那意思就是让他接上，那去黑棋去哪儿找接呢？这问题是这个问题，我看能不能没有他上面退上就是退上这个呀，你提的时候就接住嘛，还能怎样、哦？然后这个下面给你打住。哦，这样。对呀、啊。他说下面打劫要顶住。哎。打劫要顶住，那就是这个打劫要顶住。我看不太懂啊，这个。那就现在这个扳是劫吗？那就是这个劫财就给你了。嗯。不见得，就是说他现在。啊，企图看一下变化图，他不让我看呢。不是，现在是他提了，他就没法整。对，他们跟我建议没什么关系下的，他提，然后黑棋白棋提了一个。但是这个地方他提完后他就没法让了，他本来应该直接接住给打劫嘛。哦，那样这不是这提一个，这只能他肯定要说回来，他肯定要说回来。那这样是不是又有变数了？再提过来，我感觉他是不是想提？如果提掉的话，那肯定不是个好主意。提这个？嗯。哇塞，这个好大！这个大太大了。哇，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了，八九目。这不行，那个图不行，觉得。哇，这个太。冷静。冷静了啊！冷静。那提，那这个地方。也没法，他没有合适的劫财呀，确实是。有一个劫吗？有一个劫就好。这个几个是劫吗？是吧？好像是劫，是劫、哦，这个挺大的。那几个是劫？是劫，嗯。哎，这之前先冲了一个了，好的好、哦。早年冲过，早年冲过一个，早年冲过了。这个几应该是劫财，十、二十，哎呀，三十多目。这肯定是劫，嗯。那白棋就把这个劫撑住，然后把那个一路打掉，把这个扳扇。就不现在黑棋只要找一个劫，白棋就。白棋就不知道找这个劫可能。对。
白棋可以找这个劲。嗯，这个肯定得赢。嗯，然后再提一个。再提。黑棋还有劫吗？再找一个劫就好了。啊，那这我下不出手啊！这哪个是对的？铺一个是损木的。哦，是啊，所以说我不能随便乱走啊。但是没关系啊，铺一个损木，如果白棋还有劫三吗？白棋这边是不是还有劫？啊，这不一定是劫。这是劫吗？好像是。连上了。不是，他挤完接住这个。那我提到底下尖在这儿。我连上了，我骑在这儿，然后你粘我接在这儿，我尖过了。哦，但是我这也得了一些木。一二三。便宜是吧？嗯，那我觉得还是黑棋骑掉吧。不对，看黑棋现在已经全部忍让了。忍了，接回去。这个时候好难，这种局面就。这个太难了，现在我觉得这个，那就白棋顺手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胜负又很微细。对对，这个胜负很微妙。我觉得这个双方在后面的官子肯定是错进错出了，应该这个肯定是有错的。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完美的，因为这种棋的官子很难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要收对。嗯。啊，这个棋，这个顶得到吗？白棋顶一个是吧？顶一个很大呀。还是先搬砖，或者走这个。对呀、就是我们走这边还是顶这个，就搞不清楚了，那个大。这个拐过有几目，好像也不大呀。拐过不大，拐过他团在一起。对对对，那还是搬砖吧，就是不是把这个先手搬砖掉。是吧，搬砖掉他会，他肯定打住。对，你就接住了是吧？嗯。然后这个先搬一下，如果说就正常这么走，收，反正它一个提，好像这个顶应该是最大的了，顶一个，还有比这个大的吗？嗯，但是被冲一下也很大，嗯，冲了再立它一下，真的，好讨厌，那我清楚，如果被你走到了，接上。这个现在我数目肯定数不清楚了，然后你要拐这个是吧？就主要是这个好多都是像这种劫，这个劫算黑棋提到的。劫住还是挡上？挡上，喜欢接住。这个怎么算？这个这样转吗？这个提肯定得接住。对，这个算黑棋提的。这个肯定是黑棋提到了。这个是没有反抗，不然你打一棋嘛，就出事儿。这胜率很接近，白棋显示胜率是 38.5%。啊，现在？就是目前。那就黑棋应该是好半目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好难。哎呀，是白棋搬粘了。白棋搬粘。目前是就是把这个打掉，然后他搬粘了。嗯嗯。黑棋应该要上面搬一下吧。嗯。然后我这么走成这样是吧？黑棋提一下，就把这个劫打赢。这劫黑棋应该能打赢吧？对，这劫应该黑棋能打赢。这地方要早先起一下。对，起掉。接住再提这个打赢了还是很大的，这个打完以后去尖是吧，这跟那个官子有点关联吧。这个打得先手。不，这个提过来哦，这目前这你这个还得先打掉，要不然待会打你小心来不及了，被人家打了接住了。啊，这肯定是算白棋的嘛。这反正都有关系。有关系。系列。那这个还不仅大了啊，就如果走成这样。一堆的劫财，就一堆的劫就搞不清了，完全处于搞不清状态。而且现在应该按照那个现在那个判断来说，应该是胜率来说啊，应该是半目胜负，反正特别接近。半目胜负的话，也就是说黑棋可能在盘六和盘七之间。嗯，好，我们先提了一下。我们现在看，先搬一下。他打吃完了接住，然后提这个接上，然后搬这个。对，白棋还没下。对，这个提的时候，黑棋白棋是不能反抗的，不能打的再一提。这里面这一提是带响的，这个。这一提他出完这一打吃要出事了。嗯，接住。现在下成这样，搬了一个白棋长了，然后黑棋粘上了，这个劫是在白棋手里，是这样的，对，是的，然后看白棋接下来怎么收，非常关键一次。白棋接下来应该是会顶一下，就按照我们的说法，顶这个非常大，
对，点应该非常大。点一冲的话，等于冲那两目，将来再一立的话，还得收好几气。嗯，收好几气倒也不会。收两气是吧？是本来多收一个，等于说多收一个，多收一个。他顶，果然是顶。顶了，黑棋会不会接上呢？啊，我觉得这个地方黑棋不好下，要下一回棋，但是被他冲一个当劫材，这个也受不了。白棋现在黑棋自己找劫也不好找了，对，只有这个劫了，所以干脆就把这个接住吧，也就没什么。接住了、这地方到底是应该收哪个都完全搞不清。就刚才走端这个其实没有收到进步啊，一二三四五。对。也被人家提了。喜欢被提两下有点难受。这样做的话一目。但你要接住的话再挡下来或者接一个。因为你这劫还是大的，没什么别的大关子了。接住还是挡。我正在纠结这件事情。他就尖完几级。尖一个也行，没事。尖一个是吧？哎，所以他先挤这个，我觉得他单挤是吧？这个可能是单挤的，可能是好手段。但是你再走，你也就是加一个了。也就这样了嘛。就这样，然后再把这个粘上。我粘上。鞋得粘吗？不粘好像不太行。对，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关子收完了，是吧？这两下他可以先挤掉。这两下没走。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劫材，对于白棋来说。对，那他应该把这个给先挤掉吧。现在目前的胜率各半。把这打掉，那就应该是最后单节的胜负，我觉得。然后把这个接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子。这地方是有半目的是吧？这地方也有半，哎，断。黑棋多半会挤这个，然后再断这个，应该是这样收是正确的。对。但是就是，对，应该也没什么关子了嘛。对啊，最后可能就是单节要拼胜负了。这棋好那个呀。哎，不对，我们搞错了，他白棋没有这么收，长那个他是断的，他是断吃这个，那是。这样便宜吗？这个还没占。这准备打这个吗？他有可能打这个。这不打回来。不，反正都是一样。对，是的，一样的，他反正都连。你还得接呀、接一个应该是。这反正这迟早要接的。一二三三五那样的话也是三。这没什么便宜啊。那一回事儿。但这边少了。哦。这边这少多黑棋多半目呀，这应该不便宜啊。哎呀，是他的刚才我们摆的是加一个然后接上是吧？对，那就等于说他目数是一样的，反正他这都是三目。对，目是一样的。加个以后你走完后他冲打一个这的一目，现在是一目两目三目，一目两目三一样的，这不便宜。他打这个，他是打这儿的啊，这那是一样的，亏了呀。这样不是亏了吗？我刚刚没看到胜率的，那他为什么要去跑去断一个呢？他为什么不单夹呢？哦，一样的，一回事儿是吧？他刚才等于是说断了一下。哦，这样好，这样他不亏，对，白棋反正关子不亏的。这里差半目，然后这底下是差一目。他这可以差一目。对，他这个反正是不亏的。应该是不会，我想他这种地方不会大少的。除非是那种很纠结的时候打的时候黑棋没力，他先挤掉了。这个。那白棋应该会接住。挤这个没什么，还是得力。秒接。立下。先接住啊。应该就是这样，那就现在黑棋没有什么关子了，两目加上有劫材的可能性，这个应该比较大。那就是应该先断这个了，我觉得。这是本身是一目两目加上这个以后的劫材，应该是现在最大的关子。他这个几个是？
膝盖也很大，也有两目。对，好像不止两目嘛，我觉得。就是两目。而且团了一个。他这个。对。啊，这个两目多。对，两目多一点，因为你挤的话。对，两目半。有半目吗？两目半，嗯，这个大。哎呀，很紧张啊。对啊，就是这其实依然是就是那种。哦，白皙那个已经粘上了，那现在这期好像就在半目之间嘛。对，现在我们要那现在我们就简单的，这样现在白皙应该走这个。粘这个 啊，这个是最大的。粘这个，那就把这两个打掉吧，这个也没什么，是吧？嗯、反正这个、这是官司，这个地方要走掉嘛，走这个。一回事。嗯。你是不是粘这个好啊？粘这个好啊。哦，是这样吗？有道理，是这样。哦，然后他就啊，这个是逆收一目，反正是粘这个好。那他先打这个、哦？有可能。先打这个。啊、哦，反正我觉得最后就要拼单节了。嗯。一起。咦，你说的？咦，他是怎么单团呢？不是不是，白棋现在是这样的，黑棋走这个的时候，白棋没有走这个。嗯，白棋走了什么东西？白棋是团的这个。哦，他团的这个。哦，这个也很大。对，要不然被人家挤一个。对，挤掉后这个打，他可以不用打了。嗯嗯。然后黑棋走这个。团这个、嗯。对，这个是好官子。对，然后他应该是苟住这个。这个肯定要走、哦、嗯。然后他把这个打掉吧。嗯，可以。一回事，不是这个打这个，是不是先打这个？先打那个，留着劫财、嗯、是吧？对对对对对、嗯，这打得到吗？应该打得到吧？嗯，现在黑棋有这里有两枚劫财，那这个他还没走啊？这对这他都没走掉啊？嗯，这里是两枚劫财，是很铁的两枚劫财。嗯，这棋。搞不清了啊！对对，真的是很肯定是很细的。我觉得这那个曾经有那个是日本一位很有名的老前辈说过一句话。嗯、这个老前辈是是小林光一先生还是加藤正夫先生？我也记不太清了。然后说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一目半是实力，半目就是运气。那我觉得现在就比双方的要比运气了。嗯，是。这棋要是输半目的话，我现在肯定就是半目胜负。对、嗯，要赢半目也就算了，要输半目真的是。哎，现在不就是个打得到吗？现在打了一个，白棋先打了一下。没有，黑棋下啥了？黑棋断了一个呀，抢这两目棋。哦，黑棋还是断了。嗯、两目棋是也挺大的，嗯、就带着那个将来这个，主要是有劫财。嗯。看他下什么了呢？黑棋不能粘啊！黑棋不能粘，说黑棋不能粘啊！我说不能粘下什么呀？就收官嘛。不行，啊、这个都还有劫财呢。对呀、啊。哇，这个棋我觉得棋手今天肯定自己都吓晕了，他先打了一下。把这个打掉，就是先手一目啊、嗯嗯嗯，这个也可以先打掉。先手一目，然后是不是把那个一路给打掉？不能粘他下什么呀？这我觉得他多半会粘上。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是自己用我们自己最普通的啊，啊、嗯嗯，如果再粘上，假如说粘上，啊，这个先打掉啊。那么呢，白棋就翻粘。嗯。打一下打得到吗？应该能打到的。应该能打到。打一下就算我接上吧。如果你接上的话，他爬这个。爬掉。对。哦。我先把这个打掉。踢掉，打掉。嗯、把它爬掉。嗯。打了，接住。现在嘛，这个还有一个一目，对吧？这个不用走，粘、嗯、上。
就搬砖是没有木的，不能搬的，它就是就那肯定是大概是这样。哎，它可以弯这个是不是？弯有一木的。哦。弯有一木就起。哦，还有这么。对啊，这地方弯是有一木的。那我没了办法吗？我这个搬能不能搬得到，先说。搬是后手。我搬这个。哦，好吧，那算你搬到吧。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搬到。等一下，你走这个的话，我冲一个是什么？你藏进去。那我就打完了尖柱，打完尖柱你还是差一期啊。行。那就是，如果说全被白棋走着了，那就是这有一幕啊。对啊，那必须把这个挡住，然后再撑回去。嗯，这样的。然后全盘是这样，那这个两个结我就应该能粘住了。哦，这还有一个结。对。那这样的话，感觉黑棋输了。就没有打劫收后这一说呀？没有没有，看过没准。啊，如果说这样，我们来看看，这样感觉，如果这样输半步的话，那前面可能黑棋还需要再努力一下。那我数单关就行。是13456789411213141122122223435，这是36。一二。三四三十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三十四十六十三十四个单管，现在轮到白棋下，黑棋时候那就盘六呗。算下五十七，盘面六五是吧？盘六，十四个单管，现在轮到白棋下，黑棋时候五十七目，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啊，这个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好难呢。26 28 29 33 33 34 33 37 33 39 41 42 43 44 45 51 52 53 55 56 57 12 34 56，这样六五。六五是吧？白棋多少来着？这样盘面六五。盘六吧。那就是被你弯到这里，我是不行的。那你这个打的话，我的愤怒得打这个。是啊，对我只有要撑两目，就我这一目，这我一定要打这个，一定要撑住。这不一定，我觉得现在还那里差一二，把这个搬掉。对，现在一定要撑住这个。这样收对太难了，我觉得收对太难，因为这两个一目是见合的，是的，但是可能还是个单节胜负啊，这样说，如果是单节的话，那还是有的一拼，因为我觉得白棋没什么劫材嘛，看起来，可能是单节胜负。现在就是说白棋之后走不到，你走到是我要打你的，对，那你干嘛不先爬呢？先爬的话，先爬我接你这个走就被我走了是吧？你爬我接，我就把你这个木走了。哦、你一样，我现在走掉你一木嘛。哦，走掉一木，然后这边是一人一个。嗯，这边就差那一木。如果说又搬粘，不，这边一个，那应该单节胜负。一边走一个一木的话，白棋打这个黑棋，然后就打这个单节。诶。单劫的话，我觉得黑棋劫材不错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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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这里面好多劫，这有多少个劫？一段？不是，不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至少有三个。等等，他就是爬了。嗯。现在他爬一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接上。现在是如果说黑棋把这个子收了后，白棋这个打，那就是一人一个劫。对啊。那样你就少沾一目啊，他还是输了呀、啊。那就是输半目啊，最后。嗯。这两个就算一人一个是吧？现在就看上面，上面不是比那个少一目的话的，那就一模一样啊，打吃这个，就一人一个劫呀、啊。那这个，这个搬了这个跟他强撑，强撑这个劫。
搬这个，搬这个他就挤这个吗？不，搬这个你先把这个走完，打完再挤这个。那这样不太妙呀，我觉得好像总是要输半目，不妙。不是不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嗯。现在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是黑棋要撑住这个劫。就你打的时候，我把这个接住，哦，再把这个两个全部接回来，是吧？对，要撑住这个劫。那这个劫能打得动吗？现在没有，你现在就煎这个嘛，嗯，应该是吧？煎一个，再去团住呗。对，团住，然后搬粘吗？搬粘，你现在是挤一个也好，还是走什么也好，就是反正你。也无论挤吧，挤我搬这个，那就打吃，你打吃这个，嗯，让我接住，提劫，对，现在我就要把这全部撑住，撑得住吗？好像撑不住，连这劫财在哪儿呢？只能这个这边了，单身是个劫，这是个劫吧，算是，粘住，然后提，那你再有就没劫了呀？啊。让他铺一个是吧？他还是有劫财的。对，接一个。对啊，他而且他击打这两个也是劫财啊。不妙。啊，要输半目感觉。不妙不妙。嗯，看来就是刚才拐打的时候，他不能粘，他只能打那个260，就是打这个，不能让他爬。嗯嗯。就是要强撑那个劫。对对对，刚才拐刺的时候不要接这个，可能还有机会。不能被他给收掉。但是人家这边还没打，人家有劫财。这个很复杂。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围棋这个后面，尤其到后面嘛，这个魅力真的是太十足了。这都是就是。如果说连翘真的是不小心输了的话，虽然很遗憾，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也就是说。留下了就是给大家研究这个后半盘这个、这个官子的这个这么好的一盘精彩的棋局，我们也要感谢他们，是吧？对，嗯，统共就剩下一两目的小官子，但是变数非常的多，因为主要是有很多劫，这个劫的问题比较严重。他现在是搬粘了，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吧。对，朴廷桓下的还是很精准的，这。对对对。这种地方他应该不会犯错误。嗯。对啊，现在那白棋吃这个就，吃这个他就先弯一个挤掉了，那是这样应该不止半目了，这样也是半目，这样的话就比较看得清的半目，哦，这样就没有打劫那种变数的半目，嗯嗯，他刚才如果说先煎这个团住，他再搬粘。对，那等于多破了一，他打这个劫，他要撑住，但好像也不太好撑。唉，现在好像就没就撑不了了。嗯，那现在走这个话，黑棋应该是弯这个，或者接这个，接这个好一点。对，接住这个，然后他接住这个，那这样就输半步了。嗯。下的好可惜啊，为什么要冲断呢？就是这样，应该这样。为什么要冲断它呢？这好像是铁输半目的样子。这要是不冲断的话，这棋不是已经赢到手了吗？我不知道现在那盘，另外还有一盘进入八强的赵晨宇那盘棋。赵晨宇不清楚，我就看不到。看不到。我干着急，我在这儿。没事，干着急。这盘棋赵晨宇已经拿下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赵晨宇。嗯。也是获胜了，对，那就我们两个，那我们现在至少有赵晨宇和那个刚才那个杨鼎新，没错，就已经杀进了半决赛，没错，那半决赛应该是二对二的那个。如果这盘输了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了。真的是，本来是我们可以三对一的那个。嗯嗯。虽然就16进8的时候不太利啊，就我们进了，就八强里面只占三位，好像是我们利。大概近七八年来应该是成绩最差的一次，但如果说半决赛三对一的话，那也就算搬过来了。但是我们可能，
最可惜的呢，可能还是我们科联校这盘子，不是、哦、柯洁在第一轮的时候，当然是也是金志熙发挥的比较好、哦、啊，输给金志熙了。确实。哎，不过这到最后也就是拼了一下，反正。现在这个棋感觉上应该变数不太大了。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变数了。现在已经下成这样了，就目前呢，就是目黑前棋正在这个劫在黑，这个劫在黑棋手里，这个劫是一人一个。对。但是韩国规则也没有打劫售后这没有打劫售后，现在没有打劫售后，就是说一人接一个后，这边一人一目，然后黑棋提，白棋打，黑棋接住，对对，就没有目了。对，是的。那应该就盘面六。最后是属目的，不是属子的。咱们中国规则还是有打劫售后的。对，中国规则真的是黑棋可以打劫售后了。没错，因为现在这黑棋劫材很多，这里面至少有3枚劫材吧，1枚、2枚、3枚。这里有2枚劫材，这也不容易打劫售后，还是很难。不易是吧？太容易。单关比较多，单关的多少跟打劫售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对。这真的是可惜，这朴廷桓真的是大难不死啊！两盘棋都是纷纷都逆转，像这盘棋可能就是逆转的就比较夸张一点的，就是本来是应该没机会逆转了，因为到最后的大关的阶段，其实黑棋已经是胜率已经达到90%多了，应该是的，可能就是在联校这个对这个死活啊，可能是会产生了一些产生了那个肯定是漏算了，对，现在黑棋是黑棋团那个，黑棋团这个白棋打吃，白棋居然还要给黑棋这个机会吗？哦，是一样的。哦，他反正你搬的话，他把这个提了也是一样，他也反正他也占这一目。对。那现在黑棋搬了，来跟他跟他拼一下是吧？跟他拼这最后一个劫。可能还是先提这个吧，现在免得人家另一个多一个劫材。单提是吧？那他就把这个收了，然后现在是单啊，单提就没有。对，就没有。是不是没看见这弯？不得不说有这种可能性啊。要不然他会拐吃吗？要不然他直接弯就确保剩半目了。我们只是寄希望他有可能没有看见。这直接这个白棋这个直接弯这个倒是好奇啊。是的。反正这里面这三口气都得收紧了，因为白棋是不能搬的啊，我们要白棋搬打的时候你接不住了，被扑死了，被扑死了，你再弯杯提你也不行，那就是就弯的话能得一目，那现在有可能是，如果说朴廷桓现在粘这个，白黑棋搬这个，然后就变成单节胜负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的不错，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能看到这个图的话，有可能好高兴。那这边有两个劫，你看到没有？这边有劫，那白棋就输了。好高兴，说不定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计算这个目呢，他粘了一下，能不能看看这个最后飘下能不能下出这个粘了一下，这反正就是可以粘嘛，对。不要再考虑了，点下，不要给时间，别折磨我们了。因为你走到这，黑棋提示任一个结束，他是觉得要拼结是来拼胜负嘛？然后两个人发现找结找半天，最后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谁走了。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没看见、他有可能是没看见他了。好，反正粘，先把结粘了，先把结粘了，都是好事。他只要把这个一粘一扳，这个棋就逆转了。那如果说在朴廷桓就太冤了，这样回家要吐血了，我觉得回去直接把血吐到墙上那种感觉。没有看见这个有这可能性。这绝对吐血啊！那不行，看见了。不太可能没看见。不太可能，这朴廷桓这种，
哎呀，没办法了，这没辙了。没辙，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不难，因为我们都看见了。对，啊，他弯一个，他可以弯一下。那没办法了，应该是铁树半木了，我觉得。看在我们这个虽然很粗糙的点目下，这棋输的实在是有点冤。有点冤。有点冤。嗯。我不太确定，就是申真虚他今天跟韩申周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申真虚应该赢了。应该赢了，因为之前看的时候是申真虚已经接近100%的胜率了。哦，那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对，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眼。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宣布结果，就最后进入半决赛的是中国是杨鼎新和赵晨宇。嗯。这盘棋呢已经没有变数了，可以说就最强的两个人进了，一个朴廷桓，一个申真虚。虽然说他们是最强的，但我们也未必不能够突破他们这么强的这种堡垒啊。对对对。这棋也就是一盘的事儿啊。嗯。也难讲后面。半决赛是一盘吗？一局是吧？半决赛是一盘的，我说赢他们可能也就是一盘的事。半决赛是一局。有这可能性。对，是的。行，那我们这棋。我觉得反正也不可能翻盘了，我们就这样吧。好，那我们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啊，本来因为确实有点遗憾，这棋反正再看也没有意义了，已经定局了，不可能翻得过去了。所以呢，最后的虽然没赢，但是可以算是朴廷桓直白半目胜了连笑啊。虽然还没下完，但基本结果已经不可逆转了。好，那我们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